来超市买东西，婆婆妈妈逛啊逛的，拿起青菜，除了要看新鲜不新鲜，还要比价一下，怕买贵了。其实北中南各地，除了连锁大卖场，还有隐藏版的在地超市。它很方便啊，而且我觉得它东西都很新鲜。这里就是逛一逛啊，什么都有，这样小而美啊。大家口中的是台中在地人爱去的丰康超市，原本叫新农，是新农集团旗下的子公司，1988年成立，现在全台有48家的连锁店。往南走一点，台北看不到的是这间大盘大五金百货。买东西的话，它那个结账速度快啊，人比较少啊。各地限定超市，像是台北有乐飞有机超市，宜兰的喜户会更是当地的霸主，中彰投独有丰康超市，还有很多七年级回忆的玉毛屋。高雄屏东人都爱去814超市，据说很便宜。另外东仓超市也被称作是高雄人的仓库。东部地区统冠超市只有在花莲才看得到，大部分都是这里附近嘛，像我们的是这里附近。这间位在南投的省钱超市门口甚至有鱼摊，现宰现杀。限定版的隐藏超市就像是当地人的回忆。有些婆婆妈妈、阿公叔叔不爱去人多的连锁大卖场，反而喜欢到这种就开在家旁边，也只有这个县市才看得到的在地超市。三新闻吴坤玉、陈炳豪、方品文，台中南投综合报道。